大家好，今天在这里遇到了一棵特别漂亮的树，也特别奇特。它长在这个石缝里，它的生命力特别的顽强。你看，就是这棵。你看这棵树的根部就在这里，这是它的根部，从这个方向长，沿着这个石缝一直长过来。然后长到这个位置就是它的树枝。整棵树就是这个形状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哎，这里不是很厚，特别薄，里面是空的，就像一块树皮。看这些漂亮的花纹，还有它的形状，是不是很奇特？这里还有一棵，你看，这一棵就是典型的树抱石。你看它的树的根部有一块非常巨大的石块，它的造型也特别奇特。你看它的根部，也特别漂亮。这种树叫做马铃光，它是一种园林绿化植物，有很高的观赏价值，可以嫁接紫薇。看它的外形也特别奇特，很漂亮。